绣好之后我们来打结。这样我们肚兜的上半部分就绣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将绣绷拆下来，然后将绣绷的内圈移到肚兜的下半部分。绣绷装好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肚兜的下半部分主要有三种绣法：缎面绣、轮廓绣，还有节律绣。这里我们来为大家演示一下蓝骨缎面绣的绣法。我们在绣制的过程中要注意空出需要轮廓绣的这一部分。
绣面上所有缎面绣绣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演示两股节律绣的绣法。首先，我们从背面入针，然后从正面出针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线绕针两圈，然后再从出线的位置入针。这样我们的节律绣就绣好了。我们来为大家演示两股轮廓绣的绣法。全部绣完之后，我们将绣绷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，我们用剪刀沿肚兜外沿的白色虚线将它修剪下来。修剪好之后，我们将肚兜翻至反面，然后我们拿出水削笔，沿肚兜的边缘向内1厘米画出一圈的缝合线。一圈的缝合线画好之后，然后我们在它的顶部标出反口位置，然后我们将它收起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拿出红色的绑带，我们将它裁剪成4段，
分别是两个10厘米，一个45厘米，一个55厘米。绑带修剪好之后，我们拿出其中的一个10厘米长的绑带，然后将它这样对折。对折好之后，我们将它这样倒着放置在肚兜的 B 点上，也就是我们的开口处朝上。我们在放置的时候要与肚兜的边缘对齐。放好之后，我们可以用针线沿边缘向内 0.5 厘米缝合几针，将它固定。点的绑带固定好之后，我们拿出另一个10厘米的绑带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它固定在 B 点上。首先将它对折，然后开口处朝上，将它摆放在 D 点上面。同样是要与肚兜的边缘对齐，摆放好之后沿边缘向内 0.5 厘米缝合固定。B 点和 D 点固定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拿出剩余的比较短的一节绑带，然后将它摆放在 A 点上，这里我们不需要对折。
我们在缝的时候，针脚可以稍微小一些，这样肚兜可以看起来美观一点。我们缝到绑带位置的时候，注意要将三层一起缝。我们缝到上面这个口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绑带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继续用回针法将绑带的这个位置缝合，以便于我们后面的制作。我们在缝的时候刚好缝过绑带就可以了。修剪好之后，我们在肚兜的这两条弧线上分别打上剪口。注意，我们在剪的时候不要剪到缝合线。剪口打好之后，我们将肚兜从反口翻至正面。我们可以揉搓一下边缘，调整一下肚兜的形状。肚兜翻至正面之后，我们将顶部的这两片面料向内翻折，然后用藏针法将它们的反口进行缝合。
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另一条带子的这一端也用藏针法缝好。两根带子的这一端缝好之后，这样我们的肚兜就制作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将它这期待各位的成品。